干嘛姐？哎，请问一下哈，那高山青饭店在哪里？好，谢谢。冰箱。这是用对啊！哎，高山经理的。咁问一个啊，搁去吧，还是搁去？哎，请问一下哦，他高山青饭店是在哪里？这吗？啊，是用西门的。阿里山。啊是。到那边还是要转去，两三万呢。好，谢谢。左边这吧，左边是这吧，往下。三清在哪里啊？来，我们下开第四间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是限制车辆的对啊？要停车位啊，你唔停，这能去吗？是哦，啊，所以要停一顶馆啊，是啊。啊，停车位啊。嗯，啊，就停迄、那个。